屏气凝神，瞄准放箭，神射手们场上切磋，展现苦练成果。台东美兰乡公所26号举办2022全国原住民射箭赛，来自全台700多位射手齐聚一堂，以箭会友。不过仔细一瞧，场上的靶纸似乎有些不同。以要和平啊，不要战争的一个主题啊，来呼吁啊，赶快这个让这个世界可以和平。好，起弓，放箭。蓝黄双色的靶纸上头写着 “Yes 和平 ，No 战争”。原来这是主办单位特制的和平靶纸，以乌克兰国旗配色为灵感设计，宣告要和平，不要战争，并透过起功仪式祈求世界和平，希望俄乌战争早日落幕。乌俄战争那件事情哈来凸显，啊，也为这件事情用射箭来为他们祈祷祈福。这个理想或许有点大，但是从小范围开始做起啊，慢慢去影响周边的人，我想一定会有很好的一个成效。第7届卑南乡全国射箭赛吸引超过200支队伍报名参加，提供总奖金358000元，是国内奖金最高的传统弓箭赛，分成团体、个人、长青、青少年及神射手组。眼看俄乌战火仍未平息，族人透过射箭隔空祈福，释放更多正能量。有些新闻，日本台东卑南采访报道。